会上去吧。对，云林县的。对啊，云林县的。哦，云林县的 Mark 啊。啊，现在是会员在当营的啊。我一箱啊。亲爱的。即将在一分钟之后开始，我们请各区的我们各县。县庄市中青会第二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我们的祭祖典礼，我们典礼即将开始。他那个靠这边的广播啊，我这边的。云林县庄市中青会第二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暨庄府千岁圣诞祭祖典礼典礼开始，审理庄长请起立。陪祭者请就位，请庄基雄总会长、庄志伟副总会长以及我们副会长庄良兴总长及常务主事庄启宏总长请就位。主祭者请就位。民族请整理中长变转向外，孤独请主文，佛以执戟食粮，天地开张，焚香祭祖，百富千强，焚香唤醒吴庄，开基太始祖，拜下历代列祖列宗先圣先贤，今具云林县庄氏中心会谨择良时为召开会员大会，庄府千岁圣诞暨祭祖大典，在云林县斗六市北海国海鲜餐厅，净设临时香案，供备鲜花、素果、清香、美酌之仪，即金银炮竹之境，由庄府先生第二届炉主庄美玲担任主祭，诚心带领一孙人等一同诚心顺利恭请吴庄氏历代列祖列宗先圣先贤
福气神子降临，一来道会，二来见纳，三来庇佑庄氏一尊人等有求必应，三拜请随乡降临，一拜再拜，三拜。好，请全体庄长面转向内，向庄福先生暨庄氏历代列祖列宗先圣先贤行上香礼，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以身起吉祥。献修，拜，敬酒，拜。献财帛，拜；献寿面，拜；恭如祭祖文。竹林县庄氏宗亲会祭祖文，为中华民国109年11月28日，竹林县庄氏宗亲会创会理事长庄美玲及全体庄氏后裔子孙，即以鲜花生礼致祭于庄氏历代先圣先贤列祖列宗神位之前，曰：吾祖庄氏源自皇帝长子。
昌邑之后，点菜天水开宗锦绣，原生流长枝叶之蔓，似乎延寿，也乎弥新，相继是往彬彬辈出。其岁数者，长和长伦德，载枢密，坐王新旅，还居以内者，列黄门分六朝，左王耳目，不羁之以外者，属藩县，任州郡，领亦属，立王古弘，其。衣足蔽体，勉励读书，从师长之训导，寻父兄之教诲，以成先世之修美，扬前人之显序，其后辈敦族之师，祖宗之念，特造中功，永记世系，不以世缘而疏，弟疏而忘，交相聚爱，和睦发展基业，益美先祖，以告慰先祖先贤，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值此祭祖之时，子孙聚集一堂，仅奉香花素火之仪，祭拜五祖，以表至诚。吾为藏享云林县装饰中心会创会理事长庄美玲，及庄府千岁卢祖庄美玲率全庄氏后裔子孙敬拜，中华民国109年11月28日。礼毕，全体弟孙向庄府先生及庄氏历代列祖列宗先圣先贤行30公里，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请诸位全体中长请坐下。首先，我要进行来宾。是，感谢您。接下来有请我们台湾庄严中心总会，我们的总会长，总会长庄吉雄总会长。接下来介绍我们新北市庄氏中青会，我们的庄严财庄理事长。桃园市庄氏中心会，我们的副理事长庄英良，庄副理事长。接下来欢迎新竹县庄氏中心会理事长庄伟南，庄理事长。接下来介绍新竹县延信中心会理事长严友凯，严理事长。新竹市
庄氏中青会，我们的理事长庄淑琴庄理事长。大家好。接下来欢迎苗栗县庄氏中青会理事长庄宏庆庄理事长。大家好。接下来欢迎台中市庄氏中青会常务理事庄木斌庄常务理事。接下来欢迎彰化县庄氏中青会理事长庄志峰庄理事长。接下来欢迎社团法人南投县庄氏中青会理事长庄正月庄理事长。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财团法人学甲锦绣堂庄氏宗祠，我们的董事长庄炳坤庄董事长。接下来欢迎社团法人高雄市庄氏中心会，我们的代理理事长，我们的庄雄泰庄代理理事长。接下来欢迎社团法人屏东县东港镇庄氏中青会理事长庄双和庄理事长。大家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地主，也是我们的云林县庄氏中青会的理事长，我们的庄美玲庄理事长。不好意思，刚刚司仪漏掉介绍一位重要人物，不好意思，先补充介绍，也是我们的台湾庄严总会的副总会长，我们的庄世伟庄副总会长，不好意思。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上级长官，云林县政府社会处处长林文智林处长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好，以下贵宾如果我们有没有介绍到，待会儿荣司仪再进行补充介绍。接下来我们欢迎今天的主席，我们欢迎今天的美玲姐，我们的理事长庄美玲为我们致辞。各位亲爱的长官、贵宾、东长们，大家好。首先我要代表我是云林县庄氏中青会本会的宗旨，创立的宗旨，根深者叶茂，源远者流长，为人子孙者树不忘祖训，饮水该当思源，在追思祖德，敦睦忠于，秉护相互慈和合作之精神，并增进宗族间的团结互助，血脉相连一家亲。今年主办创世基金会玻璃春周神救援，然后我们也有办公益儿童乐会，号召民众支持创世，然后有自证植物人家庭，举办捐血活动，捐赠弱势家庭火灾警报器，每年捐赠家福中心岁末暖冬圆游会，协办征战每年营会，举办两场的守护地域健康台湾，然后还有增加资质议题，增加年长者认识失智症并接受辅导按捺指纹，减少失踪人口，提升大众对失智的认识。韩氏，我们每年的韩氏年尾都会做那个爱心尾牙宴，然后云林县庄氏中青会已经连续四年有举办韩氏尾牙，然后在照顾我们的韩氏跟单亲妈妈跟独居的长辈，然后帮助社会最弱势的家庭，还有捐赠家福中心助战款办公益活动，再都是我们在云林每一年都有在举办的公益社团活动，还有我们本会的庄安田律师他在他的家算是他的。
免费的法律咨询，照顾乡民，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义举哈，所以也很感动。然后在这边，我们2019年11月26跟27日。第九届世界庄严宗亲恳亲大会首度移师台湾举行，海内外宗亲，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尼、大陆各省、香港、澳门等，有1800多人参加，空前盛会。在我们全国庄严总会总会长庄吉雄的带领，圆满顺利的完成。然后也恭喜我们的总会长接任第九届世界庄严总会，祝总会会务昌隆顺利。然后本人亲自带领本会的宗长参加全国庄严总会11个县市交流联谊，截至今年加入会员达100多人，其中有5位获得博士学位，并有多位为国家的公仆，是我们的荣耀及表率。本会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济济，望结合中间的力量，行有余力回馈社会，尊古千岁，今天的圣诞千秋，那也期待在云顶能够顺利的建立庄氏宗祠。更感谢辛苦的李监事团队及会务人员，然后恭喜我们的副总会长哈。市委荣获109年优秀青年表扬，恭喜廖伦女士荣获109年金风奖装饰之光，期许本会会务蒸蒸日上，顺利圆满，也期盼让我们继续共同努力，祝福大家事业宏图大展，阖家平安，万事如意。感谢大家。那首先哈，我在这边我要来介绍贵宾致辞。我们先请我们的台湾庄严宗亲总会总会长庄吉雄，请总会长致辞。我刚刚听到这个报告，我们在到一起慈善会还是东京会，他做的社会服务偏向慈善会这一啊，那么一个女强人呢，能够在社团里面，这个中心会里面做了那么多的慈善，也做了那么多社会服务，我想在我们各会里面呢，很少有这种现象啊。那么我经常讲，一个会带领一个会，一定要咬了。所谓咬呢，这句话就是说一定要办活动，这就是咬。否则呢，那个好地别人跟你压力就没有动了，就是不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美丽市长呢，他把这个会带动了。所以说他这个级别呢没有放在表，放在他手上谈，再给他鼓掌好不好？哎，你卖几张的级别来谈？很荣幸哦，今天能代表我们总会来参加这个大会。那么我除了祝福大会成功以外，我自己也任其进满哦。那么我也介绍我们的下届的总会长的这个候选人庄志伟督导啊，因为总会是由选举产生哈，那么我只能称呼他是候选人哈。那么也请各位我们从南到北的各位同仁、各位同学能够多多支持，谢谢各位哈。那么最后呢，顺祝各位身体健康、快乐、家庭美满，谢谢各位，谢谢。
喂，我们谢谢总会长，那我们再来欢迎那个台湾庄园总会的副总会长庄志伟。感谢我们大会主席，我们美玲理事长哦，那首先问问我们总会长庄新雄总会。从创会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那也需要我们在场各位衷心的支持跟加冕哦。那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美玲姐所带领的李监事哦，我们李监事团队非常的认真，不管在办任何的活动或者是我们的大会，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哦。那也希望把每一次的会议或是每次的活动把它办好，那把握好。所以我也期勉说，我们云林县创会中心会在云林县，不像总会长讲只是单纯是上位而已，我们把云林县的装饰把它打出去，让云林县知道装饰中心会在做什么，我们装饰中心会能做什么。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总会长讲的，那小弟要参选那个下一次我们的台湾庄园总会的总会长，那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理事长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中心中长可以给小弟一个机会，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为大家服务。那最后我预祝我们大会可以圆满的成功，大家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副总会长，我们邀请新北市的理事长庄延才理事长。大会主席美玲理事长，还有我们台湾庄园总会的总会长啊，副总会长，以及二县市的理事长，还有我们全国的中青中草，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代表新北市装饰中心会来祝福我们云林。我们再来介绍桃园市装饰中心会庄英良副理事长，请致辞，谢谢。我们现在大会主席，美玲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庄园总会的总会长，也是世界总会的总会长，吉雄总长，以及各县市的理事长及中心代表们，还有云林县中心代表们、贵宾们，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云林县这个中心会第二届第二次的会员代表大会，还有呢，庄府千岁祭祖大典呢、隆重举行，我谨代表桃园市庄饰中心会来祝福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顺祝在座的与会嘉宾家庭幸福美满，一切如意，谢谢。谢谢副理事长。我介绍，请新竹县庄饰中心会庄伟南理事长致辞。我们大会主席美玲理事长，我们总会吉雄总长，副总会长志伟总长，各县市的理事长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荣幸很高兴参加我们云林县第二次的大会，还有祭祖大典哈。在此敬祝我们大会圆满成功，各位中党中草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邀请新竹县延信中心会严永海理事长致辞。主席、总会长、副总会长以及各位庄严的中心，大家好。好。我今天来非常非常的兴奋哦，我是新竹县延信中心会的理事长哦，第一次来到云林，哇。我非常激动，心情非常激动。为什么？因为第二届就可以办得如此热络，给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哦。预祝今天大家，我们的大会圆满成功，谢谢。谢谢。我们邀请苗栗县庄信中心会理事长庄宏庆，啊，也是我们最年轻的理事长致辞。大会主席、总会长、副总会长、各友会的理事长、各位中长、中长们，大家好！谢谢我们云林县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会员大会。看到云林县举办那么多的公益活动，真的是让我值得学习的地方。今天代表苗栗县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会圆满成功，谢谢。主席美玲会长，还有我们台湾中研总会的总会长吉雄总会长，还有我们的副总会长志伟，还有各县市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中心家眷保眷，大家中午好，非常开心来到云林，然后看到各位精神奕奕，真的是我们来自新竹来跟大家来学习，然后呢，我们新竹是有风的地方，有贡丸米粉，有科学园区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新竹。那舒淇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还有学习的心，也祝福我们今天云林这是第二次的会员大会可以圆满成功，会如苍龙。然后相信在我们美玲美丽的理事长的带领，用心的带领之下，相信我们云林的庄氏一定可以帮庄氏发扬光大，让我们的庄氏可以在云林会如苍龙，好，然后成为云林之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邀请台中市庄氏中心会庄木斌常务理事代表致辞。谢谢。主席、总会长、副总会长，各友会理事长、贵宾。总亲，大家好。啊，季峰理事长哦，因为厝诶有代志哦，所以袂当来参加。啊，由我来代表，感谢咱大会诶工作哦，团。
我们邀请彰化县庄姓中心会的理事长庄志峰致辞。好的，主席，咱的委员会及咱的庄会庄会长，以及咱的主会副庄会长，以及咱的庄会团团县这个各管区的咱的会理事长及。咱现因为这八贵宾，以及咱这五零官，加全国的这中心当中，来拢有来好。我今日代表阮中华团吼来参加咱今仔五零官的大会，啊，祝今仔大会圆满成功。啊，有啥？我后礼拜吼，到二月初五，我阮这举办五零大会，我请咱现场的这理事长，加咱。专管的这李干事以及咱的这中心总长来参加阮中华团后礼拜十二月初五的这个大会，然后中华团这头，谢谢啦，吼、哦！谢谢大家来，谢谢大家，也祝我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邀请南投县。总会、总会长、副总会长啊，全国的理事团队啊，各位各地乡亲，我代表南投县来祝贺婚姻团大会成功，谢谢啊！祝贺大家事事顺利、平安快乐，谢谢。邀请高雄市庄氏中心会的副理事长庄雄汉代表致辞。大会主席、委员、理事长、台湾总会总会长、吉雄总长、副总会长、志伟总长，以及来自北到南的各县市理事长，还有在座各位中心中少，大家好。就是今仔日有缘吼，会当代表高雄市吼来参加五零宽第二届的大会，而且祝福大会圆满成功，各位中心总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邀请屏东县东港镇庄氏中心会理事长庄丰宏致辞。代为主席李林理事长，咱台湾总会总会长吉祥总长，副总会长志伟，副总会长，来自各县市的理事长及现场的那个云林县的东京东厂，大家午安。大家好，来自东港哈，我代表东港会来特别邀请哈，来这边哈，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东京东厂身体也平安快乐，谢谢。谢谢，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贵宾。社会处处长林文智先生致辞。谢谢我们这个今天的大会主席哈，我们庄美玲庄理事长，啊，现场有来自咱这个中会哈中研中心总会，咱的大吉祥总会长，以及咱的上届优秀哈，咱的这个年轻有为的。志伟哈，总会长，阿甘来一组来转播，欧兰庄氏中心会哈，我们全国各地，咱在分会秘书长，啊，咱在中心，啊，现场贵宾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非常欢喜，咱来参加咱
妇女关政治中心会吼，这个会员大会，啊，今日嘛是咱的应该是讲咱这个始祖啦吼，咱的庄府千岁的这个庆典全秋，而且要来感谢吼，咱庄氏中心会过去伫咱庄理事长吼，咱美玲理事长，甲咱的志伟理事长吼，啊，甲咱坐咱的李干事干部，啊，甲咱的这个中心大家共同的拍拼努力，其实对着拄则咱毛看到美玲理事长，伊的报告啊，过去这几年来，伫咱妇联关所推动真济这个社会公益、社会福利，啊，甚至讲有真济这个艺文的活动吼，拢会当看到咱中心会伫这个每一个层面拢真用心。啊，拄仔咱吉祥理事长嘛讲吼，真个只爱甲摇起来，啊，甲动起来吼，啊，这只要咱的中心会会当来介入，会当来服务，进入咱的社会各层面来做这个社会服务，其实也是咱用心的福气，所以而且非常的感谢哦。啊，另外嘞，今仔日有咱真济咱在住咱全国各地，是咱这中中心时段吼。啊，拄好阮妇联关啊，伫即两礼拜办理这个全国的这个家庭节活动。今仔日的华山国小啦吼，伫咱的古坑华山吼，是咱家己的原乡吼，也有精彩的活动，甚至讲伫咱的下埔，伫咱的古坑绿色隧道吼，长荣交响乐团吼来即个赞助光彩，啊有非常优美的即个乐团的演出。啊，古坑绿色隧道是我今年啊即个咖啡节的第二展场，啊嘛非常欢迎咱今仔多好来。啊，咱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咱来到富平关，啊，来这个所在来行行看看，啊，更加欢迎吼，若有时间的时阵，较常来富平关，有真侪好耍的所在，吼，根据咱观光局的统计啦，吼，富平关是今年吼，六都以外，目前已经吼有超过900万的人，这个观光人口，六都以外第一名，会使讲非常好耍，啊，而且嘛，做一个功德啦，吼，啊，欢迎各位，祝咱今日的成功哦！阿兰很牛，各位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的部长。然后我这边补充介绍贵宾，我们的庄园总会的副总会长庄永全，请庄大哥来跟大家挥挥手。谢谢，谢谢你的莅临。还有我们的世界庄园总会的秘书长吴作珍，谢谢。接下来进行理事会工作报告，我们邀请
上报告，请各位总长参阅。如果没有问题，请大家掌声通过，谢谢。好，真是多谢，真是多谢，真是多谢。谢谢我们的常务监事。监事会报告，大家如果没有意见，请拍掌通过，谢谢。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提案讨论，在提案讨论部分，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第二句话，中国句话专业。陪着点就位，主记者请就。主迈向历代列祖列宗，基隆云林县公事中心会召开第二届第二次会员大会，功德圆满。祭祖大典亮得列祖列宗喜，一尊主祭庄美龄，神皇神侯不敢久留，有请当有送，虔诚奉送吴庄开基太师祖，迈向历代列祖列宗，有庙归庙，有宫归宫，有寺归寺，有堂归堂，有祠归祠，各归本位，奉上财帛祭祖祝章，随香奉送，原香分明，请退，全体一心，请便转向内。主祭者行上香礼，陪祭祭行礼，又称行鞠躬礼，一拜，再拜，三拜。哎，你升起，敬礼酒，拜。李晨，好，全体中长请复位，请坐下。司仪进行补充介绍，以及我们介绍我们的林内乡乡民代表，我们的庄树年，我们的庄代表莅临我们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各位中心以及各位众长，我们待会的午宴即将在五分钟之后开始，那请我们的各位中心、各位众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移动五分钟之后呢，麻烦请回到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即将进行我们的午宴。各位尊敬各位庄长，我们的庄严总会，我们的总会长因为有要事必须先行离开，我们掌声来恭送我们的总会长，谢谢，谢谢总会长今天莅临。
谢谢，来给董事长一次。
谢谢，谢谢你们今天的莅临，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其实我们刚刚在台上看到这些表演，对我们来讲哦，但我这个年纪啊哦，我们要上这样跳真的有点喘，尤其是针对这一群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来讲，他们更是不容易，要记住这些所有的舞步，配上节奏，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其实在，我想各位的理事长，其实在全国各地都进行非常，对所有的公益活动呢，其实都大力的赞助了。这里在这里真的是要谢谢所有我们各地的理事长，以及我们各位中青好朋友们，一起对所有的这些心理障碍小朋友以及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都给予一些赞助跟帮忙。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补充介绍，由我们的云林县议员，我们这位议员呢，谁做两层就睡了，不倒共鸣，而且呢，非常的有智慧。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赖淑媛议员。我们的议员是要上台为我们，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午宴呢，在这边就正式的开始。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首先还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理事长，我们的庄美玲理事长上台为我们致辞。那我们代表云林县装置中心会正式的邀请，然后也希望你们今天这次来交棒，真的很满意，我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去。那祝大家的各友会，友会的那个能够圆满成功哈。然后我们这一次也是因为端午千岁正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一起热闹，然后
就是他们准备来筹措那个中石，那这个很艰巨的任务。那我们是向南投县，还有我们的彰化县看齐，因为他们的主庙都很漂亮。那希望有一天云林人可以赶快建立主庙。那在这边我要讲一个额外的插题，每次我跟那个副总会长志伟讲到中埔千岁，他都跟我讲说，梅姐你越来越多，越往外带动，越有机会。可是哈，我跟你讲，你的志伟不能再推光，就是他这边纯水都不要倒挂，然后结果去挖也去拜兄弟哈，他就已经有一拜就是请出去，请出去那个接神嘛，我们的千岁。去那个石峰伟代表他们家去接神，结果那天晚上哈、石峰伟就梦到，这个不是我讲的哦，是他们讲给我听的哦。石峰伟就梦到说千岁带他去的地方，说那个地是他的，你得得爷，我跟金马猛仔你得得你对哈，那希望哈一家会当跟关系，这个爱画字我，啊不然我们装懂，就是当点的装懂，大家。发愿啊，然后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我们千岁哈能够那个圣诞快乐哈，祝福大家，谢谢。谢谢。Thank you.
谢谢哈，阿东西啊哈，不好意思，难免想法。好，阿东。
志啊吼，咱的曾理事长然后毕了吼，是做咱的正式宗亲的这理事长之外吼，嘛咱推广团吼，阮的这总干事来到现场吼，最主要嘛肯定吼，啊为阮的黄淑燕理事长的手中呢，接连接曾善美吼，啊协会的理事长，啊所以办理啊，咱真侪失智老人吼啊的这个活动吼，来照顾那些在中国时段吼，所以我相信这份心意呢，咱嘛是啊爱来听的鼓励啊。咱吼庄主任，你化妆化很好，好、哦，谢谢。好，恭喜咱的这个机会啦吼，感谢咱的副会长庄志伟吼，庄董事长吼、哦。啊，因为呢，咱婚姻观啦，我接任的时阵啦吼，阮的这个消防局，阮的林文山局长对我讲，讲婚姻观啦，助警器啊吼的装置率，全国上尾名啊，这是奇葩啦吼。伊、哦、讲呢，咱若会当伫家家户户内底吼，啊，装只助警器呢，会当。帮助咱吼，中心时段吼，啊，咱有黄金救援的时间，啊，要求国联官啊，资源都不足，啊，咱较省了吼，啊，若是针对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独居的长辈，甚至身心障碍者，啊，大力吼，啊，透过企业的这个援助啦吼，所以国联官呢，今嘛呢用百分之百，针对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独居的长辈，甲身心障碍者，奖金十万块吼，拢总已经整好啊，所以为十七八。现在已经变百五十四趴了吼，啊，我鼓励呢吼，啊，咱经济一定袂歹呢，啊，因为哦，咱会厝足大间的啦，啊，房间足细啦吼，啊，厅嘛足大间啦吼，所以每一个哦，那经济能力好，不是叫咱增一点尔啦吼，会当增几啊点啦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家家户户呢，注重自己生命财产的这安全啦吼，啊，我而且呢，有些公司，我嘛要感谢咱的庄世伟吼，啊，咱的庄总裁啦吼，会当哦，掏一个啊，就带领啊。大家听出来拢支持啊吼，啊所以啊，咱会当顺利啊，百分之百针对这地区的吼，这绿色土族群的吼，来安装这助听器，啊我就用这个花香来感谢一下他们，吼。必要资料明白啦所以不仅是对吼，而且助警线帮忙吼，刑警官吼，咱的这个啊，咱有真侪同时智慧啦吼，啊消防局吼，所有设备拢帮大家给咱管紧啦吼。啊，当然嘞，我相信今天你大家来吼，我来大家请咱门口，啊，希望咱中视啊，中心嘞，咱会更加团结啦吼，啊，发挥咱吼，啊，中视中心嘞，中视中心嘞，这个啊，大家这个功能对社会这个啊作业啦吼，所以我以前嘞，目标第一吼，咱所哦。中视中心啊，表示准建议，啊，以上咱今仔陪伴大家，让文化成功啊，大家啊，让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有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县长，我们的庄县长啊，谢谢。哎，阿公发开心哦，今晚所有啊，咱哪来哦，咱出来给恁做一下咯，哈。今晚吼，咱所有新北市所有会员同样呢，拢再来跟恁们关注三号的会员哈，会员大会，啊，所以我买一个报告片啦，哈，啊，过来呢，咱今仔日针对咱文化。文化贡献奖吼，点火都爱去北港吼，点红地毯啦吼。啊，今仔日啦，活动真济哦。啊，三点呢，咱长荣交响乐团朱立伦市长那边来啦吼。啊，所以呢，活动真济，我着拍摄。啊，等下你若开会了，啊，食两煞呢，咱是不是来绿色隧道吼，大草坪？因为咱是本届台湾嘉宾证吼。啊，长荣交响乐团吼，风最行吼，而且嘞，演出最准的吼。啊，欢迎大家来听音乐，比啊听音乐的吼。啊。大家啊，共享盛举啊！哈，做大家啊，感谢，谢谢，谢谢。哎，我庄总终于等我起来啦！来，这阮哦，阮青浦教育基金会哈，啊，阮的啊常务董事啊，哈，啊，也在讲对于哈，阮的这个啊青浦教育基金会的教育啊，也深耕啦，哈，这可以回来了。哎呀，这回来点起来。好。
但是我们是中式中心会之九安安们，好，谢谢哈，谢谢谢谢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张县长。其实在这里呢，我想有 OK， 好，安排起来。好，在这里呢，我想荣思颖再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刚刚我们张县长哦有讲，就是大美哦在讲把蓝绿色书包拿走，其实各位知道吗？在今年观光部公布的旅游人次里面，我们云林县是荣获全国的第一名。相信在今年十二月底之后，还有一个月，我们可以超过10,000,000的观光的人次哦。这个在整个台湾里面，云林县真的不得了哦。那在这部分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各地的好朋友对这里云林县的支持，那也要感谢各位对我们云林县的大力赞助。好，接下来我来介绍我们的团委会，我们团委会的总干事也是我的同学啊，再想问同学怎么了？来，我以为你是关同学对不对？我跑太笑了。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总干事，我们的李明总，掌声欢迎。大会主席，还有我们的全会长，还有副总会长，在座的中视中心会的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哦，来跟大家见个面这样子哈、哦。第一届参加这种这款活动哦，爱因为咱庄美玲哈理事长是咱救国团的迄、那个真善美联谊会会长哦，所以讲哦一定要来欢迎哦。那今天有机会来跟学习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谢我们的赖议员。
谢谢，谢谢我们的阿成老师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三宝》，谢谢。哦，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先稍作休息，我们先进行下一段，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真善美玫瑰会带来我们的《三宝》。Thank you.
我我没用。虽然你是长春湾哈，就我喜欢说，因为真救国台林明建真善美的姐妹有将近，她光手上的时候大概将近200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如果来接真善美的会长，我手头上就100个人可以做公益，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林明建装饰中心会有装。他不要急的，我急的，副总会长，对，因为他是我招的，是我招的，忘了，给他们好了，太急的，我急的，真的感谢他一下。所以哈，所以我因为志伟啊，想给他听，然后当装饰中心会有钱，可是我也要有人办活动，不是有钱就好，还是要有人，对，所以我就是接了真善美联谊会的会长。我目前我的会员160个人，然后所以我每一次的活动，我可以动用的人可以动用到100多人，然后我们只要用到钱的部分，我就找志伟。所以我们掌声给我们志伟的掌声，来来，那个部长会长请上台一下，我真的要很感谢他。防火器我们是第一个企业乐捐500颗，所以我们是领头羊，因为是我的捐献，然后每一次只要他捐东西，我就跟他讲说你好好挂装置装置，因为还没丢啊
检视一下老师哪漂亮货，不可以乱规定。好了，好不好？不然哈，来，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曾胜美老师继续带来精彩的舞蹈，掌声欢迎。
下。